啊，我咧征询当中，所以不得已之下，咱去找咱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跟来到伫咱个巴克里公园的对面啊，所以后一届大家都能照顾到吼，咱普阿天感谢咱个咱个志工哈，卢律师啊，非常谢谢大家。啊，后一届咱弥陀。各位甲回想看卖者，进入到十万隧道，大概伫1915时阵吼，伫咱台南遮发生一件，会使讲天大地大诶代志，也是日本统治咱台湾50年内底死伤上侪诶一个事件，迄叫做大巴黎事件。那么大巴黎事件到明年拄好100周年，所以咱伫明年诶当中有邀请。三位这方面的专家吼，一个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做汤宝，还是美国人，美国真认真拍拼，啊咧研究咱的大巴黎事件的伊个人的看法。啊，甲一位是咱暨南大学的教授邱正月邱教授，咱来这种下吼，啊，伊个中医去较早来台湾，咱即马讲到台湾市的这个。发生大巴黎事件的大概迄个范围，啊，比如南西永济附近，伊去做户政调查，发觉伫大巴黎事件内底到底死亡偌济，啊，伊透过伊的户政实际田野调查，要让大家来讲一段咱100周年发生在台南市的这个大巴黎事件。那么最后一个是要邀请这个嘉耀，一个助理教授，叫做陈信安，啊，伊是我看过吼，差不多驾车驾了吼，开一台车去到永济，撞来撞去，哦，原来就是咧根据文献资料还是文书资料，伊去找出古早大巴黎事件发生的所在，甚至包括迄个李千峰。到底位置什么所在？吼、哦，咱一项一项拢去甲挖出来，啊，而且，会使讲是咱即届大巴黎事件来压轴啦吼，伊要甲大家介绍大巴黎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啊，搁日本人伫什么所在杀偌济人，啊，迄、那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对，即摆是什么所在？啊，所以各位你若对咱个台湾的文史有兴趣的人吼，啊，伫弥陀都我感觉。就以新知吼，继续甲阮鞭策啊，甲阮支持。啊，伫遮要介绍着讲，阮本会啊，伫阮总干事的即个努力之下，啊，写出一本19,243，大概是安尼啦吼。会使讲真无简单啊，咱作者也伫现场吼，阮的总干事阮的副秘书啦，大家看一下。啊啊，对哦，咱的著作者要来签名，即摆买晒，啊，你若无在，我不要紧，你阁会记，伫明年度的1111，就是1月11号，甲编为即个黄历，讲是签书会上好日子啦，礼拜1月11号礼拜日，请大家伫2点到3点，伫咱台南市即个西丰路，就是伫大概民生路甲中正路中。要请就是政大书局地下室啊，咱个编著者啊，咱个作家啊，傅明兄来现场啊，先透过 PowerPoint 大概45分，甲大家介绍伊想要写一本册啊，一本册到底有啥特色？所以你那边浓缩，你来浓缩，你可以一哦一拜会，礼拜啦拜会哈啊，一场无够啦吼。咱搁伫1月18，1月18的下晡时啊，2点到3点，咱要甲这个火车吼，这个火车要开来咱的东山卡叫做富霞古迹店，迄、那个三楼综合教室遐赶快请咱的作者伫遐，我看看这当天报道。啊，各位到买册就签名，啊，若无买册，也不要紧啦吼，来听看阮副秘书伊到底
为为虾米起心动念啊来写一本这个较少人去注意这个咱台湾的历史当中有38人是荷兰人啊，透过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会使讲叫做 VOC 啊，给咱台湾的安平，会使伫洽谈地区啊，咱做生意啊，咱这个施政啊，我个人看了吼，受益良多啦，所以我伫今日就播分两点半，我伫伫迄个邮差，当市电，讲啥物代志，原来就是迄个咱台湾的最高的这个叫做国史馆，写一批专题台湾的台南市文化交流协会，讲伊嘛是听到迄个，应该是通过国家图书书目已经找着，讲咱有出一本这种册，讲拜托阮送出去个啦，啊，阮副秘书讲 OK。上回无问题啦，吼，啊，所以这种的情形之下，我相信这本册，我个人感觉是欠多篇啦，吼，多篇。啊，不过要大家报告吼，这多篇若要摕到这个版权，就是讲要互人甲你授权吼，一张多篇要1000块啦。啊，欠差若要用？伊个多篇吼，你们来，我出来。伊个多篇，你为甚物才去伊去？啊，若无你用个图片，钱当然就问题啊吼。啊，过来就是讲，伊互你用，咱用你袂，像讲用我袂，后面个另外个袂，吼。所以这是真了麻烦吼。啊，当然，咱在说对于文书的珍贵吼，你要爱毋是图片，你无去现场看就好啊，要无改天嘛不要紧啊，吼。啊，所以，若图片拢用起来较水，啊，佫当然一本个就是。不是300块的，哈哈，迄个成本太遐大吼，真遐大。啊，当然其实我是退咧读册啦，吼，我是根据真侪资料甲整理出来，吼，整理出来啊。啊，因为我即个是多有一个机会吼，伫迄个汉森电脑，我咧甲，我已经讲3档，吼，两拢总讲5档。我上头先是讲台湾人的故事，啊，讲了以后，啊，咱后壁一个节目伊嘛。看会当继续做，啊，迄个主持人在讲啊，无咱来讲台湾史，啊，迄名啊，我罗志生名讲，好好无解台湾史了吼，啊，我其他从为原始为部落社会开始讲啊到国姓名含魁伊两道经，啊，离开荷兰人去台湾吼，啊，其他拢总共一部讲三单，当中我有明白配合伊个进度吼，我去写这个物件。啊，所以头前先要一本，就是台湾部落社会，就是讲伫荷兰人无来台湾以前，伫南台湾、中台湾、东台湾伊个一寡部落，吼，就是咱平埔族个迄部落社会，啊，伊个工作习惯。啊，我用个拢毋是恁去外面买一本册来安尼看吼，我用个拢是外国人来台湾旅行留的一挂邮件，啊，若无的时阵，我再用清朝啊，清朝的迄个资料，当然清朝移民的荷兰人已经有正十单啊，吼，正多一挂变化，啊，当然，这部分我是拢准备好了，啊，当然佫有本的是郭信雅因爸仔来台湾。在台湾统一23年，啊，所以我前面一篇叫做《当年王国兴衰时》，为郭信雅的吧，含荷兰人修建，尾也地建送台湾，啊，台湾了，因遐掠转，遐人拢总40000几个掠转去中国去修建，啊，整个过程，啊，这个物件含你读的时候，拢会无同啦，啊，所以你去定义足济过去咱读历史的一寡看法。啊，当然，这部分啊，我家整理了好，要将近150页，吼，啊，搁把侬因个大事迹，其实咱爱读书个嘛，了，你定来去了解讲荷兰人用个资料是热兰遮什日志一寡批，即拢伫历史上来讲拢是足好个史料，发问题是嘛？你去看热兰遮什日志，你看袂落去啊？对无？对，啊，所以你要怎看？你爱你的主题是啥物？你要研究政治咯，你要研究小琉球事件，你要研究胡佩龙事件。你为
后面的所有去找郑志龙来谈头前的，啊，将个时间甲抓出来后，你会知哦，整个过程的发展是呢。你要为后边的所有去谈，你忙去头前的切去谈，安尼你谈不出啥物，因为伊本身是一种伫历史、伫史料上叫无意史料，一下是写商业物资，所以这个史料是真也可信。讲也可信，无啥物迄个科学可信的资料啊、哦，所以伊上一次嘛，伊咪要写历史，历史学家读的东西，伊是要写予因的党史会，要写予党史会看，像我们上市公司，大家会拢爱写大数据相关，啊，当一下别较详细，别较详细啊，再来。啊，是来介绍，再来，好。好的。各位好朋友啊，咱今仔要来。但咱演讲的迄个是黄建龙，因为黄建龙我含伊足早的时阵吼，因为当初是伊伫阮，伊伫阮台阳，吼，阮台阳伫贵宾的话以前，啊，阮做一个博物馆，啊，当初是阮请伊一寡少年家吼来阮台阳吼做博物馆的一寡工作，包括着伊去做古书历史，包括着一寡影片的。相片收集，包括着迄个博物馆内底内容的规划，啊，所以当初是阮，伊伫阮台湾时阵，我认识啥，尾啊，伫阮台湾博物馆的一寡即团队内底吼，尾啊有几个少年人吼，因会离开台湾，啊去澳洲，一个去法国，啊一个去西班牙，啊今仔日要来甲恁讲的是去西班牙，吼，西班牙，西班牙。叫黄建龙，黄建龙啊，当然，伊黄先生啊，伊伫，因为我有知影伊伫西班牙是读啥物啊？我歹我无影清楚，我甲伊讲着吼。啊，因为伊伫西班牙读册时阵，伊咧捌转来咱捌转来台湾吼。啊，我当初是咧甲黄先生讲，讲你去澳洲读册吼，你写个论文，无论安怎一定爱读。最好含台湾关系，啊，若发生你无法度含台湾关系，含亚洲有关系，上好是安尼吼。因为讲无论你个论文安怎写，你写欧洲个物件，你写西班牙个物件，一定写属于西班牙。所以你来台，你既然台湾去，你讲从荷兰人，从西班牙人，比你到台湾十六档三个月，会当从伊一部分个资料甲翻译做中文了。对台湾足讲的，因为伫荷兰，伫台湾目前的迄个西班牙的资料吼，咱荷兰的资料真尔济，但西班牙的资料其实少，因为伊毛国人的国人众多，吼，伊毛总对台湾，吼，啊，当伊统治的方法和荷兰是无同，伊统治的方法是叫直接统治，台湾的是四方归当，啊，拢外来政权，啊，外来政权的统治方法，全世界都会台湾拢有。做成个，第一，伊叫代理统治，就是讲，伊本身并不是一个因个殖民母国个政府来遮统治，伊是透过一个商社，就东都公司去代理统治。因为荷兰人台湾个时阵是西班牙这边的，啊，伊为着避免政治上个纠纷，所以伊成立一个叫东都公司来代理统治，代理统治啊，啊，伊叫代理统治了。啊，代理统治嘞，就是些荷兰人；啊，直接统治嘞，就正济啊，日本直接统治，清朝直接统治，就是殖民母国直接派官来台湾统治。啊，北台湾就是直接统治，所以你看北台湾的资料啊，菲利普因这皇室，伊去安摩城，因个派伊的会计来遮查实，来遮查实，派会计来遮查实吼，就讲你看伊资料是安尼，啊，但是。西班牙统治台湾十六档左右吼，伊留落来的史料是真严重。啊，所以我来表达咱有些讲，你当上去十六档的资料看档，咱有翻译，上无对台湾无讲的。啊，万一落会变乱，你做西班牙做菲律宾了，菲律宾落西班牙统治三百七十档，对无？啊，你上无对阿洲讲的啊，啊无法度，你才写阿洲的。真有机会吼，迄阵我捌大安尼建议啦，啊，当然尾啊，伊是安怎处理，我就唔知影啦吼。意思是讲，西班牙人台湾统治十六档，吼，
啊，当然，咱对人台湾荷兰人统一啊是怎样清楚啊，怎样清楚，伊数量嘛渐渐长，啊，西班牙的部分会较少。啊，佫有一个统，佫另外一个殖民统治方式的流亡统治，伊无殖民母国，像日本，伊来台湾殖民统治，有母国伫遐咧统治，殖民母国伫日本人派官来台湾啊，去王冠对无？所以你有官身，有去王冠啊。啊，再来中国清朝，伊派官来台湾统治，去殖民统治啦。啊，佫一种流亡统治的，流亡统治本身伊是外来政权，但是伊并无殖民母国，伊的殖民母国已经灭亡。国姓名，伊无伊无母无祖国的殖民者啦，啊，搁啥物啦？国民党。所以为何国民党会去深化地心国是安尼啦？因为蒋介石伊和国姓名是共款，互人为中国本土赶出来，啊，爱伊只带一挂人来遮，将中国本土法律制度啊。迄个所谓衣冠伦理，甲搬来台湾，啊，所以并没有殖民母国，啊，所以台湾这个统治方式怎样？历史底，但是咧，以各种统治方法拢有啊，啊，当然今仔日来听咱黄先生吼，甲咱应该有故事啦吼，甲咱介绍伫西班牙啊一寡情形吼，好，谢谢。可能无一部分无真侪细节吼，我都无讲真侪细节吼，我都无继续说。你讲，反正上我是认为吼，就是讲，台湾当初以来伫咧看咧书，或者是咧读历史诶咧吼，其实是真有问题啦。就是讲，尤其是汉人书写这历史吼，我是爱讲有问题。你当我迄落张明讲到吼，我们就话讲到吼，就是讲这个物件吼。因为外国人吼，外国人基本上是无伫台湾吼，一土地的过程，尤其上世纪就是，其实我只想无感情俩，伊就是伊无土地感情俩，伊就是真现实的这上个利益对啦，啊，搁些贸易往来，所以伊的数字和伊的物件的精准度，对我来讲，伊做新的东西汉人写的较好。啊，这另外一个物件是欧洲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系统，就是讲我去欧洲的时阵啊，因为遐个地关系吼，啊，我无使用伊，也无当然无使用英文吼，我含另外一个法国的朋友吼，迄时这个台南的国立美术馆要成立，所以就希望我是不是咱叫伊出来一寡地。欧洲的这个所在，一寡历史的博物馆，尤其是国家的这个历史博物馆，我就自己找啊。我就想讲啊，看倒一个国家有博物馆，我当然先问我家己的国家来找。伊讲，我靠呀，我国无嘞。我就想，西班牙无嘞。啊那安尼，我有工业的拢是美术馆，无历史博物馆。了，我就去问可能的答案。啊，所有国家几乎大部分的欧陆国家，包括英国，伊是嘛无，英国无嘛，英国。迄嘛是美术馆，就是讲迄个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接近人类学的美术的一个博物馆，就是所谓咱讲的大英博物馆啦吼。啊，这个时阵讲了，我也得个答案，真简单，而且所有都搞博物馆。啊，刚好有一个德国，有一个德意志博物馆，上接近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导电头，用白银来盖。我第一个答案真简单，因为学者吼，历史吼，不应该是国家属性。结束了，所以国家无可能去写历史嘛。历史这个工作本来就是国家应该写，国家机器的手无应该存在这内底，所以袂去写历史。所以历史是无同款的人书写了要构成一个，因称这个两个的共同记忆啊，就是因的共同记忆，它会构成你的历史。所以你的历史吼，所以你看台湾的历史掀起来，你看林郑写的哈，林郑因讲啊写的哈，迄个。含这个书名掀起来，这两本你会当你会发现，这可能是两个无同国家，完全无同款，完全无关系。就是讲，你所以会当了解，就是讲历史其实是有观点的，是讲，我可能有这个，我可能有这个什么客观这种物件，啊，这种好笑的啦。
就是讲历史这个物件吼，伫因的观点来睇开，观点来睇就是，伊无论来是国家机器来写来写作，所以有这个物件，对你来讲知影讲，因对历史的态度吼，其实是就是提证据出来的，提物件出来，不管你是这是遗址啊，是迄落哦。好，啊，我想问啦，我因为吼，因为我家己本身是读伫遐读画画研究。啊，当然，历史是我，也代表历史是我的部分啦，是我部分。那因为伫遐的期间，因为个关系吼，我接触，啊，佮家己兴趣哦，所以我其实对迄个部分方面，加减有涉猎。啊，我其实另外一个唔敢做的原因吼，伊我伫个过程内做时阵吼，那有倒来我有一摆拍五米长吼，跑跑天的这个物件，啊，我就其实真解鼓励讲。待个老机会哦，其实应该真侪读西班牙语的这个学生啊，其实出国唔知要读啥物啊。尤其伫遐如果唔熟，我只能看袂咧读啥咧。我比如讲，你去读语言语言学，啊，你语言学读了读袂啊西班牙语，因迄是母语啊。啊，伊嘛唔知要读啥物，读文学，其实是大部分是拢伫语言学啊或者文学，大概是这范畴啦。后来其实因有较好的西班牙语基础，其实。可能会当去读历史，尤其像台湾有关系的部分啦。啊，我讲真简单嘛，咱若有一个，不管是通过博物馆的形式，某一个系统，一个基金会，你讲一当赞助伊20万，啊，一当5个人100万，啊，你一当5个，各种5个，3个去，安尼你可能伫五当后会出现一个奖学金，伫西班牙，所以迄个投资投资报酬率上高。啊，当然啦，伊我所知影西班牙。档案的文献资料的数量哦，可能10个江苏省庙不够，啊，以他的伊的数量啊，荷兰相对比起来，其实是袂使人比的，就是讲西班牙数量靠赢荷兰，唔知为个，我唔知为百分之几哦，那伊的讲伊的迄、那个伊的迄个档案数量是非常悬，但老实话讲，你讲因的档案是安尼哦，因为你要了解伊物件，伊也是。啊，第一个，另外一个部分是台湾吼真歹做，伫因个历史档案内底真歹做，是安那呢？因为台湾并不是殖民的内底上重要的所在，而且迄个年代较短，啊，所以吼，伊个秘密足侪物件的，你爱了解伊个行省的分布、海外行省的分布，因个迄个殖民系统，或者它的航线、航路的这个东西，必须了解的系统，知影迄个系统了解了解出。第二物件是每一个。每一个年个，伊个迄个行省制度会改变，你也是去理解，无你话容易做。啊，第二个部分就是伊袂把台湾作为关键字挑出来。啊，第三个部分是数量，数量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多到超乎你的想象。我随便用一个迄个讲，就比如讲，靠名的台湾可能知影靠名的塞维亚这个，所谓迄个印第亚斯档案馆。印第安斯档案馆，坑哥伦布含这个麦哲伦的档案为主。啊，当然内底就是台湾的部分东西，内底内底可能台湾定定咧用的国地图，就是足侪档案伫遐。啊，迄搭遐有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讲，伫迄个所在的档案哦，内底哦，有足侪这个足侪档案哦是。我先来讲，是讲伊当当去计算档案的数量，档案数档案一卷档案是差不多遮高啦，哦，一卷档案可能几千张啊，一沓啊，哎，一张，安尼算一沓，一克啊算一沓。因计算的方法吼，无咧用卷宗数，伊拢用公里数来算。公里数度，印第安斯档案馆，但是我把咱一本扛起来，摆起来公里数吼，公里数。就是印新路个，迄个印第安斯档案应该是，我若无记，应该是30几啦，伊算无较侪，30几公里啦。啊，其他哈布兰港凊彩地方拢10几公里起跳，我大迄个市里个档案就差不多10公里啦。啊，你安怎个？我安尼讲，主要因有北京的迄个工业园，国家的档案处，迄栋是按照伊个国家的历史阶层。啊，你个怎样？我先讲下先。就是个上早个档案来国家吼，伊伫10世纪的时候，菲律宾二世是菲律宾的这个国家的名是迄个国王名，菲律宾二世一统统一的时阵，所以这个国家叫做菲律宾吼，西班牙叫菲律宾。
是伊个名，是迄个王诶。迄个王因为管辖诶即个殖民地上大，所以就建立档案房，然后去全世界第一间档案房。迄个档案房用啊，即摆咧，啊，迄个档案房为皇朝设施，是16世纪做到即摆咧。哦，我以前去看，哎呦，里面诶迄个皇室诶迄个卷宗图啊，迄个款画，那是藏迄个沙贝克文诶迄个。教皇核准的档案就是皇家的档案，结婚的证书，因为因的皇室结婚拢爱经过教廷的这个同意才结婚，因为爱有血关系，有这个亲属的关系哦。啊，所以迄个档案上这东西更加重要，爱就是查着的。啊，迄个档案是怎样设计，看怎样弄办法的。啊，所以讲拜堂看文件都无问题。你讲，所以你当知影无？接迄个叫什么卡？迄个档案。所以啊，我专攻这几过来人有一间新的哦，来三四年前的新成立的，就是白色恐怖哦。我哋因的这个因看到个看到个历史近代的书本，个看到是诺弗朗克这个通缉教，所以因有一款近代的这个所谓白色恐怖的相关档案，肯定嘛一个因为这个转型正义法案通过了形成的这个档案馆，专门坑家受难者、绑架那个受迫害的所谓白色恐怖。啊，搁一个西班牙内战档案遗留，啊，搁成立一个档案馆，国家档案移交进来啊。啊，了搁就是，我跟你讲，海军的档案室，海军的档案室嘛，非常惊人，数量嘛非常惊人。就是讲，因为海军的历史上重啦，海军的是为海上抢权，从15世纪开始冒险了，伊就开始有档案记录。啊，了伊伫这个18世纪的时阵。去各个档案馆，把海军有关的物件 copy 出来，我 copy 出来，等下你看到有一款就是为我 copy 出来，太有用，一般来讲是无去的。好，啊，我想简单想，互大家知影咧，安尼是讲，所以档案数量咧非常的庞大，所以嘛，我咧做数位化，好，我都做数位化，你看我咧做数位化，迄个套系统做的钱拢一整个做袂了，所以我咧做数位化，因为做超。就是抄录啊，甲抄录起来，把迄个档案卷宗的卷头拢个抄起来，啊写起来，啊摘要，做些简单的摘要。啊，伊个数位化方法真简单，就是去网，你去搜寻，还是去档案馆找目录，找着你感觉去这一卷你有兴趣，你就把申请，或者这台你可能我袂注意了，伊就来数位化。啊，你出一部分，国家出一部分安尼。嘿，啊伊个意思是讲，数位化这个工作应该是研究者来决定啦，毋是国家来决定，我无遐侪钱啊。所以是用安尼咧做数位化啦，啊，相对当然台湾的档案卷宗较少啦，所以数位化的工作较简单啦。啊，所以无咧做数位化哦。啊，第二物件是我家己的一个老师哦，咧做历史研究，伊有阿讲一个真趣味物件，伊讲吼，伊感觉不管安怎吼，数位化吼，你也是爱来保存迄个档案。伊若是八世纪以前，我当时提出来，迄当时介绍讲吼，都在现吼。伊讲吼，这是研究的历史感，你听得懂未？太有感觉。当然，这是开玩笑话。实际上是因为迄个古拉丁文字的关系，伊若配一点也是，一点也是毁掉的。伊到底是阿扎的还是掉去的？迄个物件，你要为文件来判断。你无从数位化去判断，迄个旧刊，你去看就算。所以用原件就来对。啊，抄录因较麻烦吼。OK， 我了因为了的话，倒来我的节目很单，因为一个机会啊，我含。含起来用心啊！我个人太重视他，然后先管理吼，啊伊咧，伊啊咧处理伊个弗拉克的档案，帮国家档案处理弗拉克的一寡机密档案。啊，因为安尼吼，我含伊个档案馆就熟啦，因为国家的档案馆熟。啊，伊就因为安尼啊，台湾的台南的史博物馆就想讲要去啊访问吼，了解一下伊个档案的台湾档案的情形。啊，我就透过我去含伊联络，啊，我含联络了了，伊就来啊去。去差不多去十几间的这个相关的档案馆吼，因着有一个机会来去十几间的档案馆啊，写一遍，包括这个宗教的，是所谓道明会的啦，吼，黄金会拢去。啊，这个过程内底，啊，伊当然嘛拢真斗相共吼，嘿，啊，当然我都把全部摕出来，就挑一寡靠名的档案出来我看咧。啊，阮去了一个黄金会的档案馆，这档案师一个要考察的这个阮档案的迄老先生。还有每年档案馆有整理会重新抄录的，每年建议弄重新抄录啊，几卷几号，几卷几号，做清楚了后回来查。还有今后伊就找一份来看，这个物件是
这物件是你若看到吼，1246，好1328年，这个所谓方济会这个教师哦，就是哎，我记得台湾好像把它翻成白什么的音名啊，哎，第一个传教士去中国的，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做传教士。啊，当然你也知影吼，因不是主要拢飞去北京吼，一定拢会南部的，是泉州的是厦门吼。包括十二三世纪前嘛，就买有泉州的。哎，因为抵达泉州前，要有一个出发，通常都爱去马尼拉，不然就是从菲律宾，再就是菲律宾这一带，或者是东南亚这一带出发，最后的停留点，然后再往南前进。哎，有的叙述，一类文章来叙述哦，1291年哦，抵达泉州以前所看到的海上风光，以下的文章到的。哎，文章哪来是中文的？换到中文的叙述起来，伊就讲伊陶德威刚好是伊过无几工了了吼，经过一个岛屿，经过一个真水的岛屿，啊，迄个岛屿吼，而且迄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所，迄是一个天堂岛。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地，所以讲迄是一个天堂岛，那不知道是什么岛。然后我讲大概过了隔天以后，隔了一两天以后，我又碰到就抵达了这个短暂停留一下，抵达了这个鱼岛。那大家知道遇到对不对？遇到的是朋友啊，那是朋友，那是已经有成了，那个遇到哦。啊，所以不要那个推断而已，行情的推断哦。那个后来超过人员的卡备注，讲伊斯兰教的时候天堂岛就是卧龙山岛，那就写上去。那我最早的是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记录这个他们岛屿里面在文字里面最早的出现的一次，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方济会的教师，就是所谓的这等于林书记这个教师，因为是第一个抵达迄个中国这个天主教传教士哦。啊，他我看的那一个文件，他就记载了这个部分，然后大概写，他很简单的去描述他经过的岛屿这样子。第二个是第一感受很好，第一感受很好。啊，个人哦，我是西班牙人，按这个看的吼，较著名的是这1582年的这个。1582年的这阿隆索·桑切斯，阿隆索·桑切斯一个传教士哦，所谓神父吼，他于2002年的前往日本，了在台湾的沿海地区遇到船难，啊，因为他们热掌舵人，他原先的热掌舵人搞不清楚方向，他搞错了对不对？啊了，就开了，在小琉球那个所在。伊个地名哦，也希望地名个，Egeo，就是小琉球，就是小琉球艺术哦，哎，那Egeo就是琉球，是琉球。那旧的那个西文，Egeo 是旧的，那里文是小的哦，小的琉球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小琉球。以前叫小琉球吧，闽南叫小，黑水叫小琉球。那我大概看了一下，那应该是在小琉球那个尖尖的西南边。如果按照他的描述，应该是从西南边这边进来，因为他有提到有河道啊，有河道。有人来翻哦，但是这西南翻掉无河啊，翻掉无盖河。我即摆咧点翻啊，还没有翻完啊，因为我在帮他们做那个西班牙文献的那个翻译哈啊，这个是他之前有人翻的，我觉得有翻的不太好，大概也给他。看一下里面有几段叙述哦，就是一共以这个7月16号的是这个上学月的时阵哦，因为我们来到一个岛屿，还有荒凉的海滩哦，那他不知道乌拉尔以前有没有造访过这，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做小琉球。如果我们能在向前两颗炮弹的射程距离的话，船就不会搁浅，因为它太靠近了。那所以我后来看小琉球的右半边有什么？像那个浅滩的那个嘣嘣嘣，一些地名哦，一些特殊的景观啊，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在那个下面南边那个地方搁浅的，可是它因为没有详细的海图资料，那得附档案的这种条，伊就写了这，然后了伊就开始接触哦，有写了和当地人的接触哦，OK， 伊讲哦，因上岸了哦。湿淋淋的哦，啊，那伊讲吼，大概迄个时差不多20多的当地人来到他们的身边哦，伊就像迄吼印度的这个黑人对啦，诶，这个原住民，长得很像印度，
啊，全身赤裸啊，裸青纱，啊，干呐干呐，用这个遮羞布遮住，只要布遮住，啊，这个披头散发，就披头散发，对不对？然后耳长及发长超过耳朵啦，到耳朵这里。然后这个其中有一些人哦，头戴着很像王冠的白色的这个东西，对不对？那还有人哦手，然后所有人都手持弓箭、弓弩哦，还有一大捆又尖又长的铁做的这个剑，但是安尼哦，也看人家人哦。然后他来到他们身边哦，都不讲话，就开始剪这个散落在岸上的白色的披肩呐、衬衣啦，加一双围脖啦。他们的上面载了一些中国来的布料哦，他开始捡这些东西哦。那他说哦，他说因为我们没有武器哦，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到底有没有吃人肉，所以他们不敢看啊，就甚至帮他们捡这些东西交给他们。那他为了避免他们，因为他为了可以跟他们这个继续往来哦，所以他们也开始试着哦去。不让他们捡食这些东西，然后试着要跟他们谈判，所以希望可以交换一些食物，可以让他们活下来，大概就是这样。他们就叙述了这个过程，然后之后他们就说，这边有些比较有趣的，例如说，他就说他们不让他们捡食这些东西，然后想要用这些东西跟他们交换一点这个，缪是那种鼠类的东西，那如果是那个刺搬回来应该是玉鼠鼠啊，可是可能性不太高，就是说如果那时候有玉鼠鼠这件事情，那就表示哦1862年前中南美洲的这个玉米就已经进来台湾了，所以可能不是，可能是小米类的谷类的东西，就稻子，因为他们也是稻子，因为西班牙人欧洲人只有西班牙人他们吃稻吃比较多，那他就跟他们换些米或者是这个。我在猜是小米类的东西啦，大家可以做面粉类的种制品啦。那他们就是那可是这个过程哦，不知道为什么维持了几天以后，这些黑人哦开始骚动，然后就跟他们交恶。那交恶的结果，他就不再带粮食来跟我们交换，然后甚至朝他们射箭，然后射死了一个人，他们自己的人哦，然后也杀死了另外三个。差点就杀死另外三个人，那其中哦，他们也同时也杀死了两个汉人，因为他们船上的工作人员有汉人，那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们也杀了一个黑人，杀死了一个，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岸边哦没有水，所以他们就开始决定往有河流的地方移动。那小琉球看起来有河流的地方就是南端跟北端，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南端还是北端。那可是他说的是一个高地，他就开始移动到那个靠近河流的旁边，然后在那个山丘上树立起他们的十字架，因为他们在那两个多月就立了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小琉球的山上这样，然后开始去捡拾一些木料啊来做这个船啊，希望可以回去澳门，他们要回到澳门，大概他就描述了这个整个过程。那这里面主要就是，他们最后就坐了这个船啊，坐了这个船。回到了这个澳门，就趁着顺风的时候回到澳门，就自己弄了一个船，用了旧的船去赶，然后从此拼了一个船，然后所有人挤在一个船上，然后他说他们就铺了很多稻米在下面当这个压舱，然后就这样慢慢回到了这个。那这个是他们的第一次比较详细的遇难。那这里面比较重要是他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台湾的原住民的当时的原住民一样哦。他其实后来跟一些其他相关的证据，或者是英国的话，其实有一些，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类似，就是说他们说的这个带着这个弓箭哦，然后刺着我的布哦，或者是头上有一个有什么东西，一个装饰物的东西哦，那或者是最有名的这一张这个有布哦，然后刺着我，然后头发披头散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形容大概是这样子，这样的人哦，那这是他们开始第一次比较早出现。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看到的人这个外表不一样哦，这个人大概很像，那就是类似的样子。那也都是用弓箭哦，弓箭。那你大概可以两边的应对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差不多。他们说
描述的那个状况应该是差不多，跟后来我们所听到一些历史的资料也差不多，当时候人的样态。好 ，OK，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进到那个有一些他们谈的历史部分。那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谈这个谈这个关于这个历史这件事情。那这个意大利的这个 Grossi 哦，他说过一个很有名的话是。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然后他觉得说历史是活的历史，啊，编年史是死的历史，那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历史主要是思想行动，编年史是意志行动，一切的历史当然不再被思考，只是用抽象的语词来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那些词语哦，曾经是具有具体而富有表现力的，然后他说当生活发展逐渐需要的时候，死的历史就是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现在，也就是说，他已经过了一种历史感，就是讲你世界有两件事，因为书要存在，所以书写啦，哈，这个解释的物件，对，解释的物件吼，拢是伫伫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诠释者的角度，哈，这个的需求来看这个物件，所以这个人啊，你讲是过去的代志，但是即卖人讲，所以即卖人安那讲，就会形成安那的过去。所以这个物件，其实拢是今嘛，拢是以前啦，而不是以前。拢是今嘛，这个两个讲，不是以前，因为了无看到，你也看袂到，除非你坐时光机的，无得无。所以拢是讲，所以其实拢是当代，是过去。所以他认为哦，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好 ，OK， 好，那我就从这样的东西来看，我就要从这个东西来看，我看得到了一些西方的文献，那大部分是西班牙，大部分是西班牙。这个物件是西班牙从炸海到地底。1597年前为台湾地图，把汉人含这个西欧人从外国搞起为汉人的科学概念，所以汉人的地图拢无准确度可言。我拢睇汉人的地图，看拢用页啦，迄物件拢当用页啦。啊，你唔免讲这个伫迄个，你干来当讲这个伫个边啊呢？啊，大小迄个拢袂当参考哦，因为规个拢是用想象来维系，但是西欧人拢用航海，中世纪个拢用航海。所以航海这件事情不能够用猜的，会死人的。所以尺寸啊、距离啊、跟这种讲，应该用科学的方法，不管是用天象、天文那些，其他的，而且爱也标示出来。那就让看到吼，这是1597年台湾地图。哎，你看叫一下，伊斯兰叫摩萨，西班牙叫摩萨吼，那个加利西亚跟。葡萄牙文叫佛摩萨，那叫耶摩萨，耶摩萨。那这个伊斯拉耶摩萨就是佛摩萨啦。第一次这个地名比较像一点。那这里有一个标尺哦，是那个海洋的里数公里数的尺哦，因为它要拿来叫比历史一样，要赌。咱们这些考教王，我们平考教王，那个像哎，你看出来不？没人看，你看了解，这个怎么样？这个是考古哦，这边有琉球群岛。像很早就知道琉球群岛这些东西存在的，就可以知道这个年代以前对琉球群岛就很了解。啊，你注意看这两点，两个所在有人加出来，一个是这样，河流。所以你也当看到哦，台湾地图底有一个事情出现，两边哦，就是河流切过，上方也是，对，所以也并不一样。啊，以前已经知影这是河流啊，也是河流啊。啊，你但是你有看到琉球群岛有消失，这样特别把它放大。画的很大，就是基隆、基隆、基隆，哎，那基隆，因为基隆，基隆这个港口，啊，你要知影，那个时阵已经伫咧南岛了，已经伫咧过来了，所以他对这个港口特别的做一点描述，就看得出来他特别的描述这个港口，就有一些企图，已经有一些企图，所以我们说，因为这个因航行，那你要理解哦，西班牙人，或者是荷兰人来到这里头，来到这里，或者是航行的过程里面哦。你到底想做什么？就是说，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那西班牙很简单，请中世纪要有对殖民地大要开垦，跟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且贵的起来很凶。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直到挑剔那些，哥伦布并不知道他到达的地方是新大陆，伊伫哪里发现的新大陆？伊伫印度尼西亚印度啦。啊，所以吼，伫西班牙内底这个。那个算一个中一个西印度群岛，所以西班牙改变称这个地方叫印第安，印第安。那印度叫做拉印第安，加一个万字，
啊，表示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啊，字完全一样，都叫印度，所以这两个地方地名完全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又把一个叫做西印度，一个叫东印度，亚洲这个叫东印度，美洲那个西印度群岛就叫西印度啊，所以有两个印度。他一直以为他到了印度，一直到了飘移啊，那种怎样？对，也跟我们了解在一起。啊，因为呢，你往西边走，这样技能抵达亚洲大陆，啊，那个代表上有一条新航线存在。我不一定要往东边前进，往西边比较快。所以呢，麦哲伦决定为西边，为西边出发，环世界一圈。哎，他认为他除了地球是圆的以外，地球是圆的是，是后来在教科书里改。但实际上以他想要的东西，还是发现一条新航线。这条新航线是可以用最快的方法抵达印度，抵达东方，取得他们所要的物资。然后当时候的这个海上霸权就是，一个学的欧洲强权，你只要有海上的航权，航这个最短的路径，上紧的让渡来，你的牙就是你的，都是你的。所以大家在抢这个海上的霸权，可是他不知道他去的地方是新的啦。之后就出现所谓的这些麦哲伦派开始去环游世界，把绕一圈回来，所以他人没有回来，可是船有回来，船对了，是有回来的。伊伫菲律宾诶小岛，你嘛有通识哦。啊，这应该是处女座，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哦，他并没有受到西班牙的王室的注意。1492年，显然哦，因为1492年哦，这个时间哦，伫世界历史上哦，对西班牙真重要，是因为。西班牙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被阿拉伯人统治，还有1/3领土被阿拉伯人统治，一直到1492年这一年，最后一个阿拉伯的城堡被攻陷，被打下来，然后阿拉伯人统治了800年以后，终于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所以1492年对他们来讲是叫做国土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年，所以同时间发现新大陆过来，说啊，你看今仔日你阿无啥，同顶较重要噶。外邦人挂出他屌屌的屌，所以他们就啊，所以他们并没有重视哥伦布这个事情。啊，有啦有啦，小我们行后面安尼尔，就是所以其实哥伦布也很懦弱啦，就是讲其实嘛是应该嘛啊，感觉真不准。其实我这一段其他大家都真重视我啊，所以迄个时阵，伊同时是起码西班牙南部这些所谓格拉纳达这些城堡。是阿拉伯人最后的城堡被赶走以后，1492年他们离开，所以他们就统一了整个伊比利半岛。那这个时候是他们全是最强的时候。这个王国叫做卡斯蒂亚王国，卡斯蒂亚王国的女王叫做伊莎贝。那他应该是富可敌全世界哦，就是说他是欧洲后来的非常重要的这个王室。那他的先生呢是雅拉干王国的国王。叫做阿方索，那他们两个结婚，那他们两个结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结婚？是政治婚姻呢？就是为了一个有钱，一个有武力，为了打败这个阿拉伯人的结婚。那他们两个结婚了以后，后来伊莎贝尔这个大家都要抢他的女儿，跟他后来的孙女都非常有名。他后来的他女儿那个风所谓的风女什么安娜。那就是他的女儿啦，就是因查某囝的命运非常悲惨，而且他女儿后来等于是继承了他们的，你要知道他们两个统一了全伊比利半岛以后，又加上发现新大陆，他们就开始有很庞大的土地领土，那是因上完的时候统治的世界领土超过1/3啊，你全世界有1/3领土都是统治，所以查某囝的安娜呢，真侪人爱，爱伊钱啊，爱伊权力啊。所以呢，就他这个跟，所以他一生的过程非常惨，就是说，他跟他先生结婚，先生软禁他，要他的这个权利，然后呢，他先生后来被他老爸干掉，他老爸又把他关起来，就用他的名字来统治，也就是说，他一生被所有的男人抛弃，最后是他儿子，也夺他妈妈的这个财产，就是他一生被三个男人抛弃的，对，三个男人都利用他，只是为了他。很大的这个权势跟包括的那这些里面因素哦，你要看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开始进到这个所谓的
西方势力，所以整个中南美洲，包括美国，包括美国，整个全部都是西班牙统治的范围。啊，一通敌向国外偷的人，看到我们要以前通敌的是巴西，啊，那个是因为教廷出来裁决，伊有迄个伊的纬度经纬线在地几度线嘛，我比较了解地几度，我也有多少度，这样子画下来，刚好画到巴西的，因为中南美洲在透水嘛，多少度有巴西的，所以巴西也中国拢是西班牙。就去经济那个，所以那时候争夺的厉害嘛。你讲啥理由？他就是用那个纬度线画，他是交直线，对，交直线。然后他一画就只有巴西画到，其他中国都没了，所以赶快弄起西班牙。所以西班牙就等于是统治了这个地球，地球当时候大概加上亚洲地区，大概将近快要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哦。那他变成这个最强的王国，海上王国。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背后的这个。背后他跟其他的欧洲王室的交易啊，比如说等等接待啦、啊，等等到时候大量那档案也是因为这样开始慢慢越来越多，就是说那同时那个时期其实葡萄牙是属于西班牙的哦，是属于西班牙的王国的一部分哦，那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复杂。那这个海上的这个强权跟势力哦，就是其实留在很多东西上，比如说第一的壁沟这块地名啊，到现在都还是西班牙的嘛，比如说洛杉矶啊。洛杉矶就是啊 ，Hades 是天使，是天使城，所以它叫天使城。那个字是西班牙文的天使哦，叫洛杉矶 Hades。然后旧金山叫 San Francisco， 西班牙的 San Francisco 是一个圣人的名字，叫 Francisco， 凡西斯克的圣，上是那个圣人哦 ，San Francisco。那或者是像 Formosa 这个名字 ，Formosa 在中南美洲有好几个城市也叫 Formosa， 像 Formosa， 它是一个代表美丽的诗。所以很多地方也叫佛罗纳统治过的地方，然后包括你说台湾北部的三貂角，哦，圣迭戈，迭戈是一个圣人的名字，他也是一个圣人的名字，叫圣迭戈，所以他留下很多这个，或者是长崎的这个我们现在吃的长崎蛋糕，就是叫 Gastea 就是那个王国的名字啊，它是地下王国，或者是天妇罗是这个以前的应该跟加利西亚一样，就西班牙的方言地方方言。那这个东西里面有些历史的有趣的，例如说我其实质疑过那个我其实可是这个东西我没有找过，我问过他们档案馆的人哦，那个管葡萄牙档案的那个葡萄牙事情档案的那个西班牙档案馆，那我提出的这个东西，他们觉得有可能，可是他没有发现我的文献，也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都说台湾最早的这个葡萄牙的那个发现，这个葡萄牙人发现了台湾，然后他就随手说 Io Formosa， 所以我们就叫 Formosa。 这件事情啊，我提出这样的质疑是，葡萄牙语啊，不是只有葡萄牙在说，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西北边的加利西亚语是完全一样的，它是同一个语系。那他们也叫佛罗萨，他们也叫佛罗萨。那第二件事情是在1590年这个时间哦，这个时间点，从1400几年到1590年这100年间，大部分航行最强的民族是加利西亚的，也就是说，包括葡萄牙，他所聘用的所有的水手几乎都是加利西亚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以航海闻名。那包括那时候麦哲伦啊，还有哥伦布啦，他用的水手都是加利西亚的。所以他们会讲什么语言？当然是加利西亚语。所以如果是学水手，十个里面应该有7个是加利西亚语，不会是葡萄牙语。那除非找到那个文件，找到那个来源的文件，不过那个要很大，有点难找，要从16公里里面去把它找出来，难度有点高，就是难度有点高。可是应该有啊，他们也认为应该有，应该是有，因为这个东西不会期待的，一定是有一个原因才被说出来。OK， 那他们也叫佛罗萨人，所以你看到了这个需求，然后开始哦，这个时期就有很多的文献开始出现。那这些东西都是根基于这个扩张他的殖民地图。那为什么他会要台湾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当然，除了荷兰人对他有兴趣以外，他们为了要台湾，为了都是日本，都是为了跟日本进行贸易。那西班牙还有另外一个企图。是他们认为，他们对新航线这件事情哦，一直因为你要知道，他统治区域范围比荷兰很大，所以他需要的航线哦比荷兰很复杂，因为他还要你看从美洲到亚洲，这个跑来跑去很累的啦，
所以要找一条回家最近的路啊。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确定他是圆的或怎么样，他圆的他就因为北边比较近嘛，因为西班牙在北半球，所以呢，他第一个想法是如果从北边走，会不会比较快？北边走会比较快，所以很简单，所以他希望从马尼拉出发以后有一条路线穿过日本北边啊，他认为有一条路可以回到西班牙，所以他们希望从北边找一条路。他们就开始进行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据点，马尼拉有另外一个据点。那等一下你会看到他们的航海图哈，你就会知道，然后怎么有台湾。那这个文件是1597年的6月，马尼拉的这个公署发回去哈，发回去的。这一份文件呢，总共有70页哦。这份文件叫做《关于占领佛罗萨的计划书》，就是他们开始计划，并且要占领佛罗萨。就是说，在佛罗萨这件事很重要。他在文件里面就分析了澎湖的不可行，澎湖的状况是怎么样？澎湖状况不好，没有水。曾经有人去过，不行。啊，荷兰人也去过了，我不要。但是麦克凯伦当地的时候来要别眼睛，哦，那里很棒，地点最好的是澎湖，第一首选。可是那个地方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放弃了。接下来是安平，荷兰人要笑起来就不管，所以我们要跟荷兰人讲，可能需要一番厮杀，所以他们最后就决定应该要占领北边的基隆。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个地图已经有北边的地图的了，所以表示他注意那件事情不是一年两年，航海过去我都会注意，注意看看台湾空间有多大，什么地方条件比较好可以占。那在1597年的时候，喜回来这个马尼拉，就是他们所谓的总督在马尼拉拍回这个文件以后，就确定了他们要占领佛罗萨。应该是以北边为主，那这个我建议大家就叙述了这件事情。那之后占领了以后，他们在26年还是28年的时候有一份，因为那个时候就不了，28年的时候有一份这个占领台湾报告书，就是确定占领，里面就报告书就有详细的图。那其实你就会知道，其实在16世纪、15世纪开始，16世纪哦，15、16世纪，台湾其实就透过了海洋哦，跟全世界联络。所以台湾早就在那个时候站在世界史的位置里面，就站在起很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就是当时候这个叫喜用，这个叫喜用，就是那个当时候麦哲伦的船舰，其中一艘，就他们复制的其中一艘。这艘船4年前，然后2010年的时候来过台湾，2010年还是2012年，上海博览会的时候来过台湾，在宜兰停了天哦。他们的船员还要来台南，我到后来在那边碰到船员，跟他们聊，他说要来台南，你去阿平看过那个断掉的那个陈志峰船，开不出去的陈志峰船，那个台湾船，他会有人看的。那这是他们的船，那这艘船没有动力，他们就是真的航行，他们绕过地球两圈，按照同样的路线绕过两圈，第三圈都要出发了没有？那他们船上全部都自控。啊，里面有机电设施，可是我有，是必要的时候才放下去。你讲万一真正拢有代志啊，你一定看来，一定看来启动它来叮当。它有开始有油啦什么开始，可是不会使用，不会拿来使用，而且除非有必要，不然它完全靠风力的航行这样子。所以还是用传统方法航行，还是没有问题的，这还是可以航行，没有问题的。那也就是说，从海洋开始就开始出现。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台湾出现以后，在其实这个地图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拿去用，也就是说有一份非常重要的地图，称作那个贝拉地图，叫贝德拉的贝拉，贝拉维拉地图。那这个维拉地图就是应该是台湾台南就是第一次被阿平第一次被完整描写的地图。那它其实有两个点，它是一四三分，在这份公文里面哦，在这一份详尽的佛罗摩沙描述跟中国及佛罗摩沙，伊斯兰联盟，它是讲，它这里不是写佛，它是写这个叫什么，叫做伊斯兰佛罗摩沙，连摩沙哦，佛罗摩沙岛，跟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哦，还有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里哦，然后。在还有这个马尼拉群岛的这个描写，因为这附近有一些马尼拉群岛，这个拍摄。那这是附图的第一张，那个公文里面附图的第一张。你看这里一个南澳，这里一个台南安平港，
画的比较中间，台长要平掉，然后上面有写这两个档有附图，比较详细的附图。那看到这张总目录的第一张，你就看到那一张了。那接下来就是第一张，就是基隆，就是基隆描述基隆的这和平岛，然后基隆的所有状况。那接下来就是这一张，就是大家常看到台湾台南大概用了200次，原来用了200次，没有付过费钱。那这一张其实不见了，这张不见了。我在印第安斯档案馆，我看到这前面两张图，还有哪两张图，给我摸了一下，我摸到了，我摸到，我戴手套，我有摸到，我摸到了。然后这一张不见了，这一张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啊，这一张图后来我也看到，就是18世纪的复制的样本在，在马德里的海事博物馆里面，海事博物馆，因为他们18世纪抄录出的。必要的档案回来就有抄到这三张，这一部公文他没有抄，啊，刚刚那三张他全部都复制。以前人就也那种聊回教育，那种公文他会回啊，所以他三张全部还在。那你刚刚看到前面那两张是原来的版本，这一张是后来重画的版本，所以重画了以后，原来那张不见，剩下他还在。那大家都是看图，可是没有去解读里面的文字。那之前曾经只有。我记得只有这什么人在，我记得只有什么人有翻译过他的文字哦，那个前面两位我给你曹永和先生有翻译啊，很遗憾他用英文版翻译，所以其实我必须说一大段全部犯错，啊那个犯错误会非常大，因为是什么人多少人什么人住在那里多少人后面带进多少。就是你把前面的翻到后面，就是说这个人变得比那个人多，所以数字就不对，所以是翻错，就是那个东西 没有什么那个了，就翻错，因为他使用的是西班牙文，他不是用英文，那他是要从英文版，那应该是从英文版的翻译而翻错，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英文版的样子，所以我不知道。那我后来我重新翻译过一次，我又把它重翻，我重新带来，我重翻，它里面大概有几种讯息哦，在这里，第一个是东西南北。这个标识就是东西南北，西班牙文的古西班牙文的东西南北。第二个是这个地方海水的深度，港湾里面的深度有几许？我记得是20几公尺的样子，忘记了，我又翻了。对，然后第二个是地，再来这里有几门炮，什么样的炮？有几门？这是什么城？那这里是一个荷兰文山炮，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城？那这个是官方猎场。官方猎场，那不知道他指的官方猎场是谁的官方，他没有说，他并没有说，也就是说一个官方猎场。那有我在猜，有可能是荷兰人这个开放打猎的区域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或是荷兰人打猎的地方，我不知道，就这个。啊，后来拿公在这些，拿上来呀，因为这个图片没有标识，没有画照是哪里的，都是猜的。那这里有句落，这里上面写的是，我都没记得，写的是这个地方哦，是一个。这里有一堆中国的海盗住的地方，中国的海盗住在这里。那这里是城岛哦，还有写。那这里是牧场，这是一个牧场，这里有写，这上面有牧场，而且乌龟牛的牧场。那些牛，我看是把一些 B 开口哦。嘿，这是个淡光水哦，要是个马虎的。无，因为伊无，伊是马虎的新牛。伊无特别迄落嘿，因为迄个西班牙文牛，是西班牙文牛，所以无特别迄落。它没有种类啦，迄个统称啦，牛的统称，所以无种类。不过应该是母牛，我猜应该是母牛，因为荷兰人，我这样讲哦，这个是外国人画的地图，所以我后来哦，因为乌龟是荷兰人造的，所以有可能是母牛。我不知道，可是详细的我不知道，只是说因为那个牛并没有不种类的，我们曾经说你要乌开头，我用乌龟的钱，这还挺大的。一只有多哦，该是一幺二六，这是乌龟吗？我看一幺二六，对的，对二六，对，一幺二六，那一龟本身是一哦，该是一个乌。OK， 我想贝多雷贝拉，贝多雷贝拉，贝多雷贝拉是一个吼混血，混血，啊，伊是澳门，伊是葡萄牙澳门呀，
啊，伫迄落荷兰做统一，啊，所以伊人也会晓，会晓加利西亚，是会晓西班牙，吼、哦，就是葡萄牙跟西班牙差不多了吼，啊，也晓也晓语言，所以当沟通统一，啊，伊阁熟悉荷兰人的地方，所以他有法度，你应该所在免得了嘛，应该所在那话拢最常见，就是物价的，所以爱处理，所以处理来回找他来，按照他的描述把它画上去，把它画上去，把它画上去，啊，重点哦，其实不是地图。重点是上面的描述，因为像军事关系，那叫物业啦，或者是这些住户，这些住户，或者今天我画没出来哦，今天贴的名称我画没出来，叫做我忘记了，我有写我的画翻译哦，今天我画没出来，因为那个最后主要，叫什么？叫什么？马达尤湾啊，先画。哦，那个先生说马达尤湾这个名词。马豆社。哦，马豆社的家，对不起啊。就是，今天我看伊带人一个一学者，伊管地下车有写一寡，哦，遐偌济啦，伊写五千几人呢，伊只无，这个全部都翻了，我给他们找，这我全部都有翻了，上一次那个王中心，那王中心展览的时候，我帮他全部都重新翻译过一次，我那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啊，这里他那里写啊，他说这里有，这里有这个。220个在这个城里面，然后在船上的起立的在船上，然后这是一个日本人的聚落，这是一个日本人的聚落，这是日本人的聚落。那它里面有写这个有多少人多少人，最多的我记得是160个，这有160个日本人，然后对，没错，5000个中国人，中国人中国海盗最多，中国跟海盗放在一起嘛。那么一些盗贼哦，放在一起签的最多是最多的，所以应该有汉人啊，有些部分是汉国的，大部分都是所谓他的中国人都是汉人，不是原住民族。原住民他就没有讲数量，因为原住民不会知道数量。这一点你做兄弟啦，他知影有地方。啊，你本人的颈椎，你知影了这个本人的弱点嘛？啊，你本人猫型的嘛？啊，所以他留下这些，啊，留下一些讯息啊，留下一些数文字讯息，告诉你什么色什么色。在什么地方？啊，可是那个位置其实都不会准的，我来讲，位置都没准啊。你要看它是什么色这个东西哦，你要看，你要回到1624年的时间呐。荷兰马的以前的罗马阿里乌啊，以前我还没有这个名词出现，所以它不会是那个，而且那个拼音完全不是的，那个拼音完全不太像。所以那一有一个我没有把我只打问号，不知道，所以我不愿意猜那个东西。历史是要正确的，所以我不愿意猜呀、啊。我就是把拼音丢出来，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哈。这只有一个我不知道，其他大概都知道，他都写得很清楚。那海洋啊，有人就猜这个船是什么船啊，是中国帆船啊，啊，你也可以这样，没有关系啊。哎，就是所谓的龙客船啊，啊，这大概是他们的哦，荷兰人的，对不对？啊，没有关系，这大概你可以去图解没有问题。可是那个东西基本上不会那么准，没有那么准，文字比较准，但文字是写得明确。之前的就明确，但是它有很完整的讯息哦，很完整的讯息。OK， 那这是历史。那同样哦，在台湾到底怎么看待台湾？你要从太平洋的观点来看，太平洋对他们来讲是最好航行的地方哦。那为什么要太平洋？就是因为它很和平，没有什么波浪，所以他们其实航海要回，从他们如果从阿根廷等等这些殖民地要回巴拿马这些地方。这些地方要回到这个西班牙，最快的航线是穿越太平洋，并不是从南美洲绕回去。你要怎样去绕到智利，那是南极哦，有一半的时间不能航行，所以穿越太平洋其实比较快，比较好的方式啊。所以他们就是 A 地方换 B 地方，食物换来换去，而且贸易就是，所以他做的是国际贸易，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把东西载回去欧洲卖，没有那么容易。例如说台湾出产最多的东西，大家知道是物品。物品就卖到日本，然后卖回欧洲，卖欧洲非常的少，它就是卖到日本，买空卖空，人家太太还要商业会被调换，情况人家等来，就是说它其实在从事国际贸易，不是一个国家。例如说好，例如说人们说拉皮，我在新加坡看到国外有拉皮，大只小只，还有这么大只拉皮，没有那么大只拉皮，就是沉船里面捞出来的拉皮，那。
就是表示这些东西其实都在那个海上化工的过程不断的交换跟交易，那跑来跑去。那1513年哦，西班牙这个冒险家哦，叫做Mesa Gomez 哦，他发现了太平洋，所以就取名这个地方叫太平洋，这是他取的，名字是他取的。来1513年，所以去年是发现太平洋500年，所以西班牙在1513年办了一场大型的全国性的展览，那在菲律宾也有，中南美洲也有办，就办这一个展览，叫发现太平洋500年。太平洋给这个名字，但当然是西方人的观点，因为不会这个名称是他取的，是这一个人取的哦。那就开始那你从太平洋观点看，就会知道台湾的位置都在哪里。哦，这是当时候出现的第一张的这个太平洋的地图哈，太平洋地图啊，就画的这些太平洋地图，还没有台湾啊，这里面没有台湾哈，这边没有台湾，太平洋地图，那就画澳洲啊，这样，这是太平洋地图。然后Maritime 就是太平洋哦，那就你写出这个名称的就叫太平洋，接近被，这是1589年的地图哦，接近被叫做太平洋。那好，从西班牙的这个档案馆里面找到了这个太平洋的地图，这是太平洋的地图。来，看到这里有个航线，这是那个麦哲伦的航线，麦哲伦航线从这里走，这是这样子。这边有画太平洋的部分，它是太平洋的地图哦，它有17级，我忘记了17级太平洋地图。那这个有台湾。那你可以知道，所以他们很多的地图的观点和位置都长这样子，就表示他们是太平洋的一个区域。所以呢，查台湾的时候，在某个时期，你要16世纪的时候，你要查墨西哥行省，因为它是属于墨西哥行省管辖的范围。墨西哥行省就管这里，你要看到地图的这里跟这里，这两块就是太平洋的两岸两端。归他的行省管，墨西哥行省，他是个海外的殖民省，那所以他有很多的地图就是这个角度，这是其中一张，那这一张是什么？这一张是他们的这个叫做利马地区的一个跟菲律宾的航海航线图，他们怎么航？他航线在这里。这样聊嘛，到台湾再要转向，到这里然后往下弯，我不远近一点的照片，看到吗？到台湾再下来，才会经过台湾。这个已经台湾已经失去了，所以没有靠岸，不然照这样会靠岸的机会没有。可是他还是这样子过来，所以其实因为他在他的航线，台湾在他的航线里面，航线他一定要经过巴士航线。所以那应该靠用台湾当成什么？当成目标标的，靠到台湾就往南走，走到南边，你再往旁边切，就可以到达菲律宾。他们当然是这样，因为你要怎样？以前我们相应该得一打，我 GPS 这个干嘛的嘛？所以这些岛屿一定是它最重要的目标。那这个就是它的航线，这个就是这两条就是它的航线，官方的指定航线，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走。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哦。他统治了菲律宾这么多年的时间哦，待完哦的状况会影响他们的航线，所以他高度的注意台湾在这200-300年里面发生的状况，所以所有清朝发生大的事件，在西班牙档案馆里面全部都有留下完整的记录，他没有观察报告，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情治中心的、啊，还有尤其是台湾，你看到航线都知道，这是1789年的时候的航线哦，他都还这样走啊。你想待会出代志，你今晚来加拿大，他这个航线会出问题，尤其是他现在巴士航线，他就会出问题。那他如果要到日本的航线是这样走，是从这里走，是从台湾海峡走，那问题更大，就是你如果出事，那问题更大。所以他其实是高度的密切注意台湾的状况，怎么发展过程。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里来看呢，他们台湾在对他们来讲，就是被放在世界里面的其中的一环，世界贸易里面的其中一环。可是我们看台湾其实都没有这样的角度的，所以你从这个地理物产跟世界来看台湾，就台湾本来就是在海洋贸易上面很重要的一环，
从15、16世纪，它就是海洋民族这个很重要的贸易据点的一环。那第二个东西，这个它当然对于这个它是海上强权争夺的地方，所以它当然后来就是一个重要的殖民地，也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殖民地。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留下很多，比如说像山雕角这种地，或者是番茄这种从中南美洲来的，从来其他既然叫番茄嘛，就是番的。番茄，那这个地方得有什么东西，或者是现在在太阳桥市里面常看到的这个引水洞，那澎湖它叫澎湖岛，这个在他们那边叫引水洞，叫叫巴士，就是引水洞这边勾的，那这个都是豆子，这个豆子本来就不是台湾的，完全不是台湾人才会出现的，换一种那个是那换那个澎湖岛嘛，那个澎湖嘛，好厉害，换了。对，一只花大闸，一只花大闸来，我天，这是荷兰大闸来，对吧？那这个东西在欧洲是他们很常见的食物，而且点点，我记得刀啊，我超级市场旁边有多少一条刀啊？他们煮东西常会吃，他们常常吃这个豆子，就煮汤啊，煮肉啊，都会跟这种大小的豆子全部煮在一起。那包括绿豆、红豆，他们也都有，也都有。那这个豆子当然是中南美洲，当然是中南美洲。所以很多中南美洲回来的，例如巴拉嘛是中南美洲的始祖，这个番石，所以番嘛，有番的东西中南美洲来。所以实际上台湾早在16世纪的时候，这种东西不是中国有的，就是台湾早在那个时候16世纪就超英赶美，就开始跟全世界接轨。他拿到全世界，你看16世纪的时候出现有这种东西，台湾的原住民八竿子可能还不想到喝牛奶这件事情，而且第二件事情是台湾和美国。乳牛有一个乳牛的那个纬度线，所以其实台湾是不会产乳牛的，所以他们其实送来乳牛送来台湾本来也没谁，然后磨砂乳炼奶也不太有牛奶，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做乳酪可以储存的东西带来，不然在台湾没有办法有乳制品。那后来这个东西大部分都送到日本去，就送到日本去，因为日本的纬度比较高，所以我是后来会做这个相关历史研究，就发现，我们回到台湾就不太敢喝牛奶。我后来讲，他就不敢去回来讲，他就不太敢去牛奶，因为台湾并不在那个乳牛会产乳汁的线，所以他怎么样才会有乳汁？吹下，所以我得到我巧克力蛋糕，我把你喂乳牛，然后乳牛我全不敢喝，因为我发现跟澳洲喝牛奶价格，除了价格差很多以外，便宜贵很多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味道不一样，味道不一样，非常有牛奶味。因为我们吃到牛奶非常多奶味，所以我觉得怪怪的。那我觉得怪怪的，我不敢喝。那可是确实它不在那个线上，所以其实荷兰人并没有，它只是留下喝牛奶这件事情，可是并没有大量留下乳牛这个东西。我想这个是很有趣的。那它这个东西反而跑到了这个所谓的，所以它就留下一些乳制品的东西是有。那另外一个我要谈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不一样的非汉人的观点跟非汉人的观点来看，就很多东西其实非常有趣。也就是我其实要跟大家谈的比较多大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这一号，这是些云南七月的夏天，这个三月哦，一些春风，一些正风啦。那台湾的新春风一要下哦，夏令是入我们泽水涨一涨大小洲的度，风雨的天下。大概就写的时候，红袍出现，身处锦500余人。壮起规模，大概就叙述了汉人叙述了这一段历史。但后来你知道台南后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根据地理的争议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都觉得很有趣。那这个东西大家如果对历史熟悉，大家就会知道这一段是谁？这是回忆写的，北方的台湾。他写的我小先生赴黄沙。热兰遮城近在眼前，遮上载着约25000名士兵，这些士兵常年交战，身具实战经验。那25000，我夸张了一些。以前我读书差不多最多用多少钱呢？我要了我个头才乱花一点。我这样说，就是他们闯，就是如果是在我所仿造的那一艘船，
真的是真的摸不着。啊，这两样最贵了，这两样最贵三百个，两万五千个，啊，又贵了，还在的，几代就哪个在的？哎呀，一百个在的嘛，一百个。一百台船啊！我不太相信一百台船会在一个地方喷，在同一个地方喷。也就是说，第二件事是它的海上的霸权有没有大到这个程度？啊，当然这你拿起台湾整天尺寸起国际的人数，你差不多七十个，我这边七十个，我这边因为在乌克兰，我这边七十个，在乌克兰左右。啊，那我这边七十个乌克兰的话，你看还有一百台船啊。啊，如果是有真的，他有这个三四百台的这种船就对了。哇，你想想看，在台江内海，怎么都被他塞满，全部都被他塞满，其实可能性很高。那外国人的船舰是500到700，他大的会有500到700，因为他做海上贸易要载很多货，所以平常大概是200到300。啊，那船也是要500，那抗住要500到700。啊，表现两天的沙巴物业，所以荷兰来这里可能三四艘也不会太多。三五艘也不会太多，应该是不会太多。也就是平常都在这里进进出出，可能三五艘这样，大的三五艘这样子。那，也就我要讨的是，那回忆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25000。那回忆这本书是在什么时候写？有关系的下。我哪有关系说话？我好好下我就用，我等下对方就给我，因为我就很乖，我现在不写。我唔好，电信公司厉害，那个办火车人气嘛，我跟他我爸诶，死守，最后还把东西都带走，顺利的谈判成功，我请假就好了。他们要管他电信单，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回到一个回忆的那个宽点，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状况下，2000我一定写20000，我怎么可能写？你又不知道。还是没有自己买下，真的很伤钱贵了。对啊，所以我其实很怀疑那个。这个东西我比较怀疑的数字，因为我以前怀疑的是说，你如果说汉人哈，整个那个包括那个军用，因为那时候的，那么我就不用管嘞，以前台湾那么国外都管我钱了啦，就一直到后来的那个数字，到了16、17数字，大概是8万左右，那么我就不用管嘞，台湾都断了1000000人呀，那么万五千来。那我比较认为是他们相信的回忆的数字，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真实的数字，他相信的回忆的数字，因为回忆是负责这个，他相信的回忆的数字。那回忆在写这个数字的时候是在被关的状态之下，所以我后来对这个数字就是有一点点，因为这样说，因为郑成功不像荷兰人有这个详细的数字记录，得用被关或者回忆来了。和我这样假雕，你算得出那个多少人住在那里？真的没有。所以，我只是提出哦，这是历史的构案，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历史最有趣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回到那个人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它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观点，就说你里面的观点，我刚才叙述，可能会有他的立场。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人或写那个东西的，应该有他的立场。那我设想的都是推。如果是我换成我是回忆被关了，我就会写一关。如果真实的人数是5000人，我就会写一关，或写30000，也让我的这个责任变得比较少，让他的责任变得比较大。那这是一个想法，这是一个面向，就提出这样的面向，有趣的面向。那这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的时候，很像那样的状况啊，比如说冲浪刚好进来了，等等，大概就是我。因为从这里进来会有炮打到，所以他们当时从这里进来，当然从这里选择从这里进来，大概就是台南人的状况。那因为这个汉人的地图没有什么，没有一个没有精确的比例，所以大概是相对位置，因为看得出相对位置的。OK， 那一样就是说，当时的原住民，当时描述很多原住民，其实跟海外的描述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这个倒没差很多。比如说吃槟榔啊这些东西，大概都差不多。然后在澳门的经历都是吃槟榔，然后母系社会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是他们的这个更奇怪的。那你看到的记录就是从刚刚那个传单的记录，你也都看到他们都是宝，都是跟原住民换宝。
就是跟正言助理换道，然后上床，然后离开，大概都是道，大概教我们的物件都是道，那都是中国人的那个希腊雅人的那个哈，然后希腊雅人的婚礼，那是因为母系社会哦，所以这是女的哦，这是男的，去穿杂波位，去穿杂波位，大概都跟这个部分也大概都跟荷兰人和希腊人描述是差不多，是差不多的，就没有差异很大，没有差异很大。然后服装啊、造型啊，大概都差异不大，差异不是太大。那另外一个也是有趣的东西，也就是说从这个西方的观点历史里面看到的，这是1875年的，应该是台大学城第一次出现测量的这个地图哦。你看是第一张测量，因为这个法国的海军反而是教了这个中国的海军哦，他们做测量。这里面有一个地方，那时候有人问我。这是1875年，这里面一个地方在城的东边，这里教堂，有没有教堂？在城大，那个在城大的，城的旁边。那时候有人问我这个东西哦，那我后来就找了一下，那因为我当初在欧洲时候带他们带我，那时候带那个历史博物馆的去访问，那最后一个行程是到这个。到惠勒档案总馆，到惠勒博物馆，还有东方艺术博物馆，然后有一个档案室，那我们就去拜访那个档案馆。最后一个，高兴拿去掉嘛，拿去掉嘛，因为天涯拿去掉，当年被亚茂讲中了，所以我就去，我就参观那个博物馆，那个聊一下。那因为他们是当管那个档案的长老嘛，已经90几岁退休了，去世了，还没有人接，所以没有办法看档案。那我刚好就在跟他们。讨谈的过程里面就有一个西班牙的神父回来进来，他会讲台语。那个西班牙的神父叫萨多曼，他以前在高雄待过40年的时间。那然后他是那个地方叫做塞维亚旁边的，那个地方叫做阿米达，那个地方叫阿米达，叫艾维亚阿米达，他是阿维亚。他大概10年没有回他家，他说他刚好他在教廷上班，在罗马教廷上班，管档案的，管档案室，他刚好回来休假，休一个礼拜又回来，然后说他们那个长小神父跟他说有台湾人来，就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你们台湾的乡亲，他说他有这个，然后他就说他在高雄买一个房子，他在过几年要退休，他要回家养老，说你要回娘家，他回高雄。他要回高雄住，他要住高雄，然后都要买房子在高雄嘛。他应该有身份证啊，应该可能没有身份证。然后就跟他说聊，就很巧，他跟我聊到说，找这个东西，我就问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每次碰到他来问一下的问题，就是我去道明会的时候，就一直在找那个万金天主教堂的图的建筑图，然后他就说，那你可能要到教廷来找，这里已经没有，我已经确定这里没有，可是教廷里面可能有，因为他会有一份文。送回去那个答案是在罗马，那罗马很可能用。他说他们先去找，那里应该会，不过有点难找，不过应该会。然后他就那时候就跟我说他要写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就是没关系啊，不想去带他回国。那个美丽岛主的庄，那其实就是台湾天主教会的历史，台湾天主教会的历史。然后他是做历史研究，然后他大概要了解他的那，因为台湾他们是有教区的，我那时候帮解一些，因为最早在12世纪、13世纪是属于方济会，亚洲是方济会，那后来到了这个16世纪以后呢，菲律宾这边就归给道明会，那道明会总部在西班牙，所以后来台湾的都要去找道明会，然后这个所谓的天主教要找道明会，找方济会的就是要。12世纪、13世纪，那后来的台湾就荷兰人以后的都要找道明会，都要找道明会，天主教的道明会，那包括荷兰的大概也是道明会系统，都整个是道明会系统负责的。那我就因为实际上是有教堂，不会是长老教会，因为是天主教，你就去找，你就找，果然就被我找到了。他里面就写到这个他们的，他那个来台湾的来台南的那个最早
当时候，他们来谈一下，当时候是，这个好像，这个应该是很，这个郭神父哦，这个来谈一下的，郭德纲神父，后来他们出来说，郭德纲神父哦，他在1867年底哦，教会的人士购买了一栋240比索，是西班牙的那个价钱的钱哦，的房子哦，这个房子哦，然后这个房子哦。比起他在小东租的地方哦，更靠近中心位置。他是在城墙内，他以前住在小东城的外，他现在跑到小东门的里面，小东的里面城墙内。然后他购买了这用240，购买了一块靠近城墙内的地皮，那里很少的住户，大部分都是大户人跟大财员。于是在那里建了一个房子，还有祈祷室跟传教室的地方。他就叙述了这些，然后后来因为当地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又被赶跑了，就被赶跑了。那一直到1868年，他们又重回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后来就在这里，到了，看一下，后来就重回这个地方，到了1871年的中期，他们决定把这个地方改建成这个，因为原来是第八区哦，就把原来购买的土地上盖起了真正的住家跟教堂。所以刚好是这个画地图的之后，这个地图是7年，然后它真正盖成教堂是变成孔福令的主席1871年盖成真实的房子，就原来是第二梯，六几年前第二梯，1871年的时候它就盖起来，在原来的土地上盖起了住家的教堂，所以那这个东西时间不长，所以它1872年设计房子的时候就有一个公文发回去通知他们说要盖这个房子。在台南很积极的从事这个工作，那72年开始盖，3个月以后完工，他们就搬到这里面来住，当时的神父就搬到这里面来住，那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时间其实不长哦，1875年的时候还在这，那后来他们到1900年的时候，03年的时候就已经离开到其他地方去，所以这个时间不长，就留下来的时间不长，找不到了。啊，料不着，并且看我怎样能够下，哎，不过他测量的时间确实是有教堂没错，这里有一个教堂，就是当他基督教里面所提的那个教堂，是在这里。那详细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图如果我们去套出来，大概应该是在那个清华学校区，校史馆这边家，靠岸这边，比较靠校史馆这一边。起码像什么成大那边，好几栋栋，南龙广场要近，南龙广场一点，一点方向应该是要接近一点。因为这个中研院有把它套起来，用 GIS 套起来，都套不准，有点歪。可是大概是在那个位置，大概是在那个位置。啊，你看见我家，我的家，所以大概，啊，这是那个在龙光家嘛，老都市，然后在那个家嘛，啊，大概看出来，啊，叫我这个。门在这里哦，所以你看相对位置都看得出来，可以差不多是在哪里？南龙广场这边家哦，大概是这边家。当然一点都不平常，但是确实有。原来说有人问我说：“哎，怎么那里有一个教堂？”陈大人他问我怎么会有一个教堂？后来就找，啊，因为我刚想到他当主教，我就从那里他里面他应该有写到，其实他太难过，哎，他真的有写到，他写的清楚，他就住在小东门外，后来就小东进来小东城的里面，就更靠近市区，因为原来他住在城外，太难出教没办法，后来就买了一个土地在里面，哎，进来他就进到城里面来，啊，距离不远，就等于隔一个城进来，从小东门进来，所以当然是这个地方没有错，因为那个时候也不会有其他人盖教堂，还不会有，啊，当然就是你看很有趣，就是说你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献其实反而可以看到很多年。看不到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更有趣，而且，你如果会试着从一种不同的观点，我一直觉得，历史其实是一个有脉络的东西啦。那就是说，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研究，其实是需要，我觉得需要撑起那个脉络，它不会单独存在。那你也知道，就是所谓的过去，我们通过这个象征的仪式哦，过去通过象征的仪式哦，还有历史著作的传记，才被人家所知道。所以集体记忆我们是天赋的，是一种某一种神秘难测的集体心态。
哎，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概念。所以就是说，历史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建构起来的东西，一个建构起来的集体记忆哈。那所以哈，所以我后来在读汉人的文献，先观光文献，都会先稍微用官方的观点来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有些东西可能对他利害的关系，可能就还 OK 啦，哇，所以。我通常都会对这些东西开始有一些的质疑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大概从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看，就是说，你看的是这样说的一样，其实都是一个从什么样的位置来看的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就是说你可能会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看，或是用什么样的东西，从什么样的东西来看，就是你的观点了，就是你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在看这些不同的。历史的时候很少，把台湾或者台南，或者是又是安平，我认为，例如说，如果要看安平的历史，最好的方法其实是从世界来历史的角度去看，它会远比从在地的这个东西来看更好，而且位置更高，它可能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来看啊。所以你看啊，像我们说通话那个解说的导游，然后就说安平啊，说半天，我你讲安平怎样怎样养老。是啊，啊你有口头上的，在你外公，你还有这样阳光照出来，但现在其实突然，所以当然跟，所以它不会是单历史不会是偶然发生的，它一定是联动的。你说如果没有口头上这些阳光，为什么来这里？它当然就是封闭的，它当然就是封闭，它不会有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那你可以看到，例如说长崎啊、神户啊这些地方，说或者是你看，日本最早的咖啡店在1800多年的时候是开在神户啊。也是一样啊，那里艺人馆啊，那里很多外国人居住，所以才会咖啡店出现这样的地方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跟它有一段的这个历史脉络，而且我相信不会是只有在地的历史脉络，它可能是跟全世界的历史都接在一起。就是说你必须你要理解在地的历史的同时，你肯定要了解这个整个全世界是怎么样变动，尤其是台湾不是作为这个全球的海洋历史中间的一环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海洋，从海洋史的观点来看，台湾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你看刚刚西班牙，他把它放在太平洋的位置的时候，台湾就不一样了。他的地图是看太平洋的，然后我们的地图都是陆地观点，可是他就放太平洋。他很多地图都是太平洋，我看到一大堆地图都太平洋，因为那有航线，有非常复杂的航线，但他们常常画太平洋。动不动就画太平洋，然后这个两边都是岛，啊，中间有一些岛，啊，包括有复活岛，那他们就是画这个，那当然你要知道，可是你也要理解他们那个时候，到中南美洲去是非常惨的，也就是说，当时候他就是西班牙人到中南美洲去就是一手圣经一手剑，就是说你不信上帝就砍头，啊，当然他在台湾没有这样子，不敢这样子，那不敢这样的原因是他没有全面殖民的，他也没有整个岛拿下来。那这个东西他恐怕就没办法这样做，而且他主要是要贸易目的，他只是要一个停靠的港口，一个临时的，而且不是一个永久性的。那在中南美洲不一样，其实中南美洲没有那么资源，因为他们在本国的资源基本上挖完。那所以你看中南美洲，他在中南美洲的时候，当时候在16、17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都在中南美洲。最大的城市、最繁荣的城市都在中南美洲，就是这些挖金矿啊、白金的地方，都是最大的城市。然后，比如说种甘蔗也是一样。像我自己做的，因为我是做移民，我是做中国移民，中国在西班牙移民。那它最早出现的这个西班牙的最早的移民发生，中国移民发生关系就是在中南美洲，就一直要到17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17世纪以后，然后到18世纪，那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呢，这个独立运动以后，大量的使用黑奴，用黑奴。那后来黑奴不能够出口以后呢，他就转向于中国，除了澳门啊、香港啊，进来在里面，为沿海地方去找一挂国人、法国人去抵押，因为抵押官不要出战。也关啊，变去准点啊，上去中南美洲进甘蔗，啊，等于绑甘蔗，也叫进甘蔗，啊，抓很多人去，所以在中南美洲就留下很多的华裔的。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你如果到秘鲁去，秘鲁的餐厅哈，西班牙他讲西班牙文，秘鲁的餐厅不是叫
西班牙文叫 restaurant， 他们叫 restaurant， 他也不叫 restaurant， 他们不叫自己的名字，他叫做贾波，他也，嘿，应该是可能是 K 吧，忘了，还是也是，就是那个发音。那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很多当时抓了很多华人、华裔的工人，所以他就用他的语言，对，秘鲁就用他的语言，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全世界联动，就会发现全世界其实都是联动。那当地就留下，那当地人你也知道，西班牙统治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几乎把他们所有黄金全部挖光，然后把他们的一家跟玛雅文明都是被他们毁掉的，那不是神秘的文明，那是真的存在。那为什么都没有东西留下？很简单，因为他们东西都是黄金做的，但是他们在寻找黄金城。所以呢，西班牙人为什么当时会到日本去？他们其实是跟葡萄牙人一起，葡萄牙人他其实原来是一比一半的同一个民族的。为什么他们会最早，葡萄牙人会最早跑到日本去？是因为他们传说中亚洲有一个黄金国，就是日本，那有很多黄金，所以他们跟中南美洲一样，那是美洲有一股铁啊，我来滚，我中美当然来滚亚洲的嘛，所以他们去日本要寻找黄金国，寻找那个传说中亚洲的黄金国，那西班牙其实非常惨的嘛，就是他把所有的，所以他们的文明都跟黄金有关，所以那些东西都是黄金打造，全部都收光，回去又全部融化以后，变成他们的贵族的王冠啊、首饰啊，然后在所有的欧洲贵族里面流传。那因为这样子，他毁掉了玛雅的那个跟印加的文明，这两个文明完全被他们摧毁，被西班牙人摧毁。所以他们其实留下很多，他们十六世纪以后的巨著著作，是在讲他们怎么样去摧毁人家的文明，怎么样搞死人家的，去搞人家的。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海洋历史。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台湾就莫名其妙跳上了那个历史的舞台，成为他路线里面的一部分，成为他路线里面。不过他没有进来，如果进来，今天台湾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包括现在讲西班牙文，或者现在讲荷兰文，又是可能另外一个。那台湾只是一个，那台湾在那个位置里面只是一个跳过去的跳板，就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位置。可是他一定要这个位置才能往北继续走，或是进行其他的贸易行为。那所以他就从这里然后到日本，那也利用台湾的物资，例如说毒品，去卖到日本，换取一些这个现金或其他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贸易的过程，就是说你就可以知道了，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海洋国家，还有这个贸易的历史，跟这个东西都很有，我觉得很有关联。这大概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而且一般来讲，如果你不把台湾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很容易就会陷到那种所谓的内陆观点，那种所谓的这种内战史观的那种中国逻辑去看台湾的历史，我觉得就对台湾不会是好事。那我反而觉得，如果重新来看待十六世纪的时候的台湾，可能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里面有很多人的权，例如说举一个例子，我在那个印第亚斯档案馆看到一个档案，是关于这个林爽文事件的档案记录啊，那个档案卷宗它有67页，它在描述林爽文事件，它大概开宗明义就说林爽文对，什么松本，对，它开宗明义就直接说林爽文事件的背后的支持者是法国的邻国，他们曾经跟林爽文接触。提供那些帮助，后来想想，也不无道理哦。也就是说，你想之所以可以这样一路挺进哦，不过就是一个，应该是神棍，或者是那怎么会？你想有办法这么强大的武力哦？等等，背后应该是有一些实力。那因为法国人、英国人都他们都在抢夺，跟西班牙啦这些人，同一个时代，大家都在抢夺这个亚洲的资源。还有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所以呢，台湾是一块肥肉，所以大家都来看。那我觉得西班牙这个观点非常有趣，它完全就是一个情报中心，就是一个八卦，它就是在旁边看，因为它是第三者，它没有参加这个事件，可是它非常的清楚在看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那它的观察，它的政治情资报告是有法国人跟那个英国人曾经跟林爽文有过接触，那怎么接触就没有吸毒的讲。也就是说，所以他们的研判，政治研判就是这个东西有他的实力，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哇，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讲，
林爽文或是只是地方的政变或是地方的叛变，跟中国或台湾内地有关，对他来讲就情报价值没有高到的样子。可是当有英国人跟美国人的时候，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时候，他就会更高度的注意这个事情。事件发生，我比下报告的报告书吧，我会吓你啊，在那个常态事项报告里面就写过去，他不会特别写一个报告书给他，就是一定有一些蹊跷，他们发现是有蹊跷。那我们的文件记录呢，是有记录到法国的船舰进到澎湖，到澎湖的地方啊，那就没有再写，就没有再详细的资料了。我们只有写到这里。那是不是我们其实汉人也知道，其实有接触，可是却不愿意写？因为一写以后，这个就外国势力介入了，就又不一样了。这事件的发展又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多的档案都没有被找出来，就是因为像这种东西，像这种东西，像这样的档案，他因为统治了菲律宾时间这么长，所以他不断的都在观察台湾发生的事情，台湾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在一路一直记录，一直记录。所以整个清朝统治的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他们都有记录，他们都有观察。那尤其是当有跟外国人有关的时候，他就会记录更详细，就会记录更详细。那你只要把那些漏洞应该。数量应该是非常下的，是一个非常下的。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还没有去做的，而且都是没有开发的这个处理的。那这个我觉得是之后可以有、或者是大家如果这个亲戚朋友有儿子女儿，送去念西班牙文，就可以送去那里做这个，可以做这个研究。那他们做这个研究不会太难的，那可是他们难的都是语言的，因为他使用的是。古拉丁是旧的拉丁，又不是新的拉丁，是比较旧的古拉丁。我当然英文，我想说，哎，看西，看大家都想说，我重新看懂，我才不知道他怎么会看懂。那所以他需要有两个工作，第一件事是抄录，把它抄录成现代的拉丁文，再把它翻成新的拉丁文，我才会看得懂。哎，所以可是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有专业的抄录。他们有专业的专门职业，就是抄录员，就进去帮你抄。他直接把它抄成西班牙文给你，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你就付钱，他就进去帮你抄。所以那个研究需要花钱，所以我才会觉得国家需要资助，需要国家或者是里面有所谓的基金会组织去资助这个东西，长期的，而且不能做一个。而且这个很有趣，就是说我这样说，就是跟江树生先生一样嘛。你如果资助了100个人再来，一定会有一个江树生跑出来。他觉得哇靠，这么多，哇，我要做一辈子做不完，他就留在那里继续炒。那以后你就有线头，有联络。那这个东西其实都非常有趣，它其实有非常多，一直到近代都还有吧。一直我接触的是比较，我有直接接触到是比较当代，除了那些有一些我有看过以外，我比较接触比较多。那例如说，我看到了还有什么18世纪的台语文法书，这跟你讲一样，台语的文法书。文法书，台语的文法书，文法，因为你中南美洲，因为你在东南亚传教啊，所以你菲律宾要传教，就用讲台湾话，我所谓福建这大家的地方方言，那他们就要教他们的传教士会用的语言，还有官方也要会啊，不然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做生意？那所以我们就要学这个语言，所以他们就制定了文法书，然后后面我看到那个台语的那个契约啊，这些。然后歌谣怎么唱，圣诗唱，那些是很多的，那一本还蛮厚的。哎，他们拿给我看，我都说的是，清末晚代是中文的文法书。我一看，翻开一看，哎，他要写汉字，然后或者写，他就写李爷、瓜爷、李爷。啊，我一看就是台语啊，没看，哎，全部都是台语，没有错，台语。我就跟他讲，把它换掉，你那个叙述文字，他们在抄录嘛，他们在写那个这个文件是什么东西。我说你要把它改。清末晚代，那个是你可以写，我就叫他写他历史跟那个福建瓜，我是故意的，我叫他写历史后面瓜福建，叫他改成这样的，然后说那个是清末晚代，因为要拿给讲这个北京话的看不懂，他真的看不懂，他不会，他真的念不出来，反正念出来不是，因为他用拼音拼的嘛，所以我们念就知道是台语。啊、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他就是我所有的，然后用西班牙文方式在讲的文法，讲的文法，教他们怎么学那个语言。那个东西怎么会对台湾重要？非常重要。台湾何其什么时候有一本
十八世纪、二十九世纪的文法书啊，写你这个语言的文法，可能没有，里面可能包含很多语言都不太用，有一些词我都不太用。那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因为太厚了，太厚一点的没有看，我就翻几页看了一下。那他们有非常多这个东西，非常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未来很重要的，而且它的文献很多都没有使用。那一直到近代，这个，我手上这个是1906，应该是1906年的，叫阿拉洛，这个叫阿拉瓦雷斯。阿尔瓦雷斯一个传教士哦，他写的书哦，那这本很多人用，这两本书很多人用，它是上下两册，它叫做《福尔摩沙的历史与地理概述》，两大册，1000多页，然后霸王硬啊，他讲台湾的，从那个史前到日治，那个时候日治时期到日本的，然后它里面连原住民族、植物、生态全都谈。讲这个人应该是会台语，那里面有个照片，我们原住民的台湾的照片，然后刚刚说的那些地图，它里面也全部都有，在文献档案馆里面地图它也全部都有，文献档案里面跟台湾有关它的整体部分在里面。那这两大册是西班牙文，是西班牙文版，那有那个有日文版，日本人很早以前日治时期就决定翻译了，1930几年就翻译这个东西。那日本版的在一个台湾国立台湾史博物馆，那个是那个应该是那个书应该是吴明察的吧，捐的吧，他有这一本，其中有这一本，我没有看他的翻译怎么样啊。那他没有中文，我现在在做中文翻译，应该在2年以后可以全部翻完。今年吧，我们现在翻译大概上亿，我大概5分之1左右。我会继续翻的，原则上应该明年底会翻完，明年底翻完要校对，后年可能会出版，但是这应该是国立台南的国立台湾史博物馆做的比较大手笔的文献的翻译计划，前面有翻几些，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数量比较庞大的，字数比较多的，它比较完整，它不是一个片段，它是整个它的历史，而且是外国人的观点，它一开宗明义讲出来，看到当地。的那个震撼，可能当地的朝堂，这不受到神的感化，所以看人家朝堂第一崇拜偶像，这不神的感化，所以咱就爱去他，爱去他教化，我有神的感化，你神的恩典驾临，每个这些代志。哎，当然就是他没有，他当然是这样，他是传教士啊。可是某一些程度他就非常客观，有些东西他就会很真实的描述那个过程，他把描述的。他不会讲，他就是把这啊 A 是怎么样 ，B 是怎么样 ，C 是怎么样，他就全部写下来，这样。啊，什么植物有几种哦，百合花都开在哪里？那他这全部都有写，他这里面全部都有，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了。也就是说，开始慢慢可以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语言的观点来看待台湾，你就会发现，其实跟我们原来看到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而且跟我们所认识的东西差距很大，真的差很多。我来即将来我搞。而且当然，你越不研究，我想我的观点，我想我是单，可能也知道点算，他当然就会有东西很大，但推出来了哦。我是在后面打蛋，那个国外打蛋，就是用公里正蛋，公里数是先不先判的嘛？不，一点点安尼嘛，安尼咧测嘛，公里数啊，范围公里的，我很抽象。不会啊，因为他们大概知道一公里几卷嘛、啊，我每天也数一样，一公里有几卷，圆圈中夹大小赶快，啊，所以一公里几卷，有几万卷，那个是固定的，那个数量是固定的，啊，但会丢我唔知啊，因为圆圈中的来讲，会丢我唔知。啊，不过他们的档案法其实玩得非常好，因为我要去使用文件都很容易，而且也档案系统，是归国家到自治区、省地耶、地方城市的状况。他们宗教。答案是这样的。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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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那个行政系统或者他的那个原来的组织系统，他就可以查到你了。哎，他现在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去把它拆掉。你敢听他聊聊聊吧，给他聊吧。啊，所以人家研究者就可以从那个东西进去的，知道那个东西可能在哪里。啊，并不会做台湾，我大概就猜得到在哪一些档案卷中。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在那个几百公里里面游泳，就游不出来。可是当你知道以后，你就会发现台湾的删掉以后，可能性最高的可能在那三十公里里面，目标就比较小一点。大概是这样子，大概你敢拿那点啊？我都，我都很弱，因为他不会听台湾另外开一个卷宗，所以你就要知道台湾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形式里面、在什么单位、什么单位下面管、什么单位下面，它会变来变去的。咱今日伫咱个主讲者诶演讲之下，咱会当对咱台湾的这个文书搁开始上传，对澳洲也是无同款的感受。啊，再次咱用掌声感谢咱的主讲者，咱的郑老师，还有我们请咱的总干事上面一本咱的著作，好，完弄完整啊，准备文史著作，好，来请你，好，谢谢。凤凰城市学堂前的书会哈，啊，第二就是一月十八，同款伫下晡两点至三点，即摆毋是伫政大书城，是咱个府城旧政店三楼吼。啊，第三场会摆伫咱个巨珍台湾，时间咱伫下开始报吼。啊，今日非常个欢迎，啊，咱即个2014年咱个主办单位台江国家公园处咱个黄科长，加上黄科长。设立我们图书馆，所以咱明年到因为是台新图书馆哦，天上掉下一笔礼物，还在整修，所以每当去底下，所以各位领导对我们的合办单位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台南市政府的文化局以及咱的本会，台南市文化局是因为你明年到立空一五年好，咱的演讲场地也会送给文化中心。啊，大概咱明年度的主题就是以交巴黎世界700周年，好了，对我有特别介绍，有吾来的或者同时期哈，包括康巴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哈，要来讲蓝色的山谷，看咱的交巴黎世界有关的，啊，个咱的暨南国际大学的邱春内教授要来讲革命的风起云涌，啊，甲陈先老师伫咱嘉南药理科技大学。来讲循环1915年的交巴黎世界历史的现场，啊，同个内底，我副秘书所推荐的几位，咱的台师大的社会教育学系的教授黄进惠，头一届，再来跟咱家己复习咱的文史题材罗家的，啊，我请大家无少迄个气量，来到继续，啊，咱后年度明年的2015年的这个下半年度啊，大概八月到十二月。我拄着咱个中站七十零号，咱师兄有带开一个个方向了吼，要请咱个傅朝清导师、傅朝清教授要来讲中站前后咱个台湾的建筑了吼。啊，高凯俊讲师要来讲咱个中站前后湖峡的街坊，啊，要请陈明仁老师来讲中站前的台湾的街啊，到底有啥物变化？啊，跟咱的邱碧琪老师，好，一个我看过来，不怕出现，咱的邱老师啊，再来说，我是你挑战啊，中战前后的这个传播了啊，这个终结篇啊，终结篇啊，其中来对住咱的成大的医学院的客座教授，即摆李碧国，啊，不过咱已经啊取得一个同意吼，要来讲咱的中战前后的府城的医疗史啊，精彩传奇。啊，各位的王美霞老师要来讲咱的台湾中战前后的台湾的文学老文学。啊，各位叫做郑先佑教授，咱南大的这个环境生态老师，会到上面要来讲中战前后的环境生态。大概够上面就是咱的田中史家，各位唔知知影无？伫去年出一本册叫做《万生回家》，我这真正是中战前后吼，伫咱台湾出生的这个日本人。啊，中战了，因为日本吼六七十啊，啊，这个田中史家老师吼，伊就去
十三单去做翻身，台湾出生的日本人，啊，这嘛是咱的重头戏啦，啊，我伫个接洽当中，啊，够像咱啊南大附小的国小老师叫张世杰老师，伊传表伊的学生囡仔去做咱的台湾不详的合传工作队，伫咱的府城这个讲座里底，我们请来现身说法，伊安那用个爱心，甲伊学生囡仔去甲咱替咱做一寡迄个，啊，你讲环境的这个。合川工作哦，啊，弟兄，直接给大家做简单的报告。那这届2014年到这样的各组都，再次大家谢谢。